来到花香果乐农园，然后这个是入口处，然后这个农园啊可以体验采橘子哦，就是每年的大概十月到明年的三月左右都可以体验采橘子活动。这个位置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临近游戏区，有沙坑，然后还有水管屋。真的很甜哦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很甜，对不对？很多汁哎，这里是 A 区四藏包区。那 A 区的上面就是为三羌区，为一藏包区。那它的地形比较细长型的，那比较适合小藏哦。那这是三羌区，
那下面就是 A 区。这里是 B 区市障包区，那因为都有人，所以就不方便进去喽。那我们这次是搭在 C 区，这是今晚我们的家。那 C 区是市障，广大的草原。里面有沐浴乳、洗发机，那也有吹风机，那门口也有化妆台、梳妆台，里面非常的干净。区域都有增设有饮水机、那冰箱啊、冷冻库。先教你们这样的拨法，为什么要这样拨？我等一下会说理由。我这样抠个三次，对不对？平行，然后指甲不是并排，是分开来，抠一下，会避免让它水有没有到处喷。这个是二分之一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给它二分之一。然后我们吃的时候啊，就这样吃啊，因为避免就因为你手上这个是精油，沾到果肉你吃起来会。因为我皮会难免会有灰尘，那就避免吃到灰尘这样子。主要的原因是这样。啊，橘子啊，人家说橘子全身都是宝，其实我们都忽略一个东西，就是这是橘皮橘肉，对不对？其中这个东西叫做它的那个血管，橘子的血管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部分的客人都会把这个撕掉。这个东西啊，是让你吃下去之后啊，会让你的血管比较有弹性，密度比较高，不容易有，不容易中风。讲白一点，白话就是预防中风。这差别在于，就是像我们这个山上的农民，基本上吃水果很少在经过红线，因为比如说我们农民送进去，他就送我们到店，他又送我们，又是水果都不用钱。我通常我们那个这个社区里面。寿命呢，几百年，好多啊！但是如果靠海边的话，要比较容易中风，因为长期水就缺乏水分，所以我建议大家水果一定要吃。捡橘子了，好大颗哦，可以捡，哇！看你的橘子。对，剪掉才不会受伤，橘子才不会受伤。剪好、哦。哇，阿美，我看看你的，哇，大颗、哦。
这里是 D 区六站。帐包区，这个景看起来蛮漂亮的。比较小一点，就是可能比较小站的比较适合。等等哦，拍照啊，彩宝。朋友，今天晚餐吃什么？什么口味的？白酱啊，是简单方便的晚餐。哇，煎饺好了。好吃啊，就在找好吃的菜吧。干嘛？你不喜欢啊？小朋友，你们吃什么口味？那个红豆牛奶，好，可以拿一盒。买了好多哦，你们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黄金粟麻饼跟红豆牛奶，那还有这个咸葡萄。姐姐你呢？卤肉蛋黄、蛋黄酥，还有那个是什么？豆沙核桃。豆沙核桃，买了好多，嘿嘿，买了好多喜饼。